大家好，我是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的产品工程师轩辕师颂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款 K-Array 的 KK52 这款音箱。它呢主要特点是呢，八支两寸的单元坐在一个50公分的箱体里边，安装比较方便，重量比较轻，可以选择白色或者黑色的颜色来可选。同时呢，它有16欧和64欧两种阻抗选择和不同的指向性的宽度，它可以应用在剧院、会议室和户外的场所，它的防水也是很好的。